集合！立正，先要看齐，先看，报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同志们，今天晚上我们抽调精兵强将，开始对卧牛山地区进行全方位的侦查。营部特别组建了我们这支精干的小分队。连长，主要任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，还有一项特殊任务要给大家传达一下。在我们侦查的这个区域里，有一位20多岁的姑娘，对了，是一个会使双枪的姑娘。这是连长，是什么枪？手枪吗？废话，凉亭机枪它能拿动吗？我问的是什么手枪。是清一色的德国勃朗宁伯克枪，她叫龙菲菲，是一个身手不凡的青年女子。营部要求我们，是首长要求我们要尽快的找到他，争取他，保护他，并尽快的把他带回来。身手不凡还用保护吗？当然，如果遇到他和敌人交手的时候，还有一层意思是不能误伤他，这是上级的命令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坚决办这任务。好，我们连夜出发，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到卧牛岭。是，向左转，炮步走。报告首长，丁连长率领的小分队已经向卧牛岭方向进发。好，你马上一道命令下到各营连各战斗部，要密切配合丁连长的工作，协助他们顺利完成任务。是。第二，马上给师部发电汇报
寻找龙飞飞的小分队已经组建完毕，保证按期完成任务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首长，还有什么事？你去搞点酒来。组建小分队，争取龙飞飞，是咱们重要的战略步骤。这个任务完成，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庆贺一下吗？是，首长，太值得庆贺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军长，真是抱歉，我。田组长，听着，你可是最懂的人，应该为这件事负责到底。人是在哪里被害，事实发生在你的管辖之下，换句话说，是在你的眼皮底下被害的。军长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哼，不用解释，我也没有心情去听。军长，听着，我再给你三天时间。要求你立刻破案，三天之内抓住那个你们杜撰的所谓的双枪姑娘。我们没有杜撰。既然没有杜撰，按照田组长的能力能抓不到他吗？而且还有警察局配合你。嘿，你别提那个熊局长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他根本就……这我不管，那是你的事。如果你抓不到他，三天后送不来的话，那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。国防部告你们的，你是不是想落个土匪的罪名呢？军长，你恐吓我。我的田大处长，我这不是恐吓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。要不你们会连一个姑娘都抓不到啊？我的侄子总不能就这样啊。好，三天之内我交人总行了吧？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，我等着。混蛋，出尔反尔。哼，报告连长，前面过了这个弯，就到了敌人的防区了。继续前进，注意敌人设卡埋伏。是，前进。
喂，喂，喂，你个头啊，混蛋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熊局长，你好，你清闲呐，这么早就睡觉了？你先别骂，先听听我是谁。什么谁啊？没这个闲工夫猜你是谁，快直说吧。田广成。哎，哎呀，田处长啊，失礼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鬼事啊？什么鬼事情啊？你听好了，刚才罗军长来电话，催办杀人的那件事，要你我做个了断。了断？怎么个了断法？熊局长，你很清楚啊，他限三天之内将杀人凶手捉拿归案。你可是……得得得得得，别说那些没用的，那姑娘杀的可是你们军界的人。虽说我们警察局是维护社会治安，可他们是军人，军营是我管的范围吗？你们军统不是有宪兵队吗？再说了，他马一山为什么被杀？那他是外出寻花问柳。打住打住啊，说这些容易激化矛盾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为了不让你上军事法庭，我看你还是早日把那个姑娘给我抓住，否则的话……哎，你说什么？这可是你们军统的人，最多我也是间接，只是连带责任。哼，你跟我说这个没用的。好，就算我没说过，行了吧？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倒是你别后悔，我只是给你通个信儿，你听也罢，不听也罢，反正我是说了。但愿……当然了，你只当我没说过就成。哎，你可你打搅我睡觉了。祝你做个好梦。火气还不小啊，还让老娘出警，还不说句好听的，神经病。给我叫大队长来一趟，我有重要的事情。是，局长。
好了好了，该给你交代任务，还有重要的事要你去办呢。起来，起来吧。我就知道没有这档好事，可别让我付出代价太大。付什么代价？我让你吃过亏没有？要不是我……哎呦，打住打住，不说了，背后的话我都知道了，还不是……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跟踪我？少废话，快快说，说了吓死你。天儿写作彩楼，眼泪走，想起我泪含开歌，快躲起来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请放下！眼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敢在这儿动刀动枪的？少废话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看那边！你是谁啊？说就说。龙飞飞。龙飞飞？对，龙飞飞。怎么样？哼。你是龙飞飞？哼，胆子真够大的呀。你是龙飞飞，那我是谁啊？
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这么说，你才是龙菲菲，龙大姐？怎么，不像吗？啊，大姐原谅，失礼失礼。走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翻墙。走，翻墙出去。走。龙姐，你先上。郑参谋，哎，在。那个自称龙菲菲小妹的叫什么名字？叫叶燕子。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供出了什么新的情况没有？没有，团座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把她安排在警卫排后院了。好生看管，一定要探出些更有价值的线索。是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没有原因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请问恩人贵姓？什么恩人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见了面就算认识了。我叫龙菲菲，叫我龙姐好了，大家都这么叫。龙姐。是你，龙姐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龙姐，我对不起你，龙姐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
你一定要原谅我，龙姐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谁撞了你啊？分明是你撞了我们！你他妈的，你想找死啊你啊！怎么喝那么多猫尿？是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老子毙了你！你怎么？一只赖皮狗，留它何用？哎，不如快走，别影响时代。够麻利的呀！谢谢龙姐褒奖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去哪？去我家呀，就在前面。走。走，跟上。来，进来。走吧，来，龙姐，快进来。龙姐，请进吧。这是你的家，对呀，龙姐，快坐。嗯，你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叫毛毛。毛毛。嗯，姓毛叫毛，所以啊叫毛毛。哦，你为什么冒充我去军营？这个呀，没什么保密的，对龙姐更不能保密了。我呀，就是想学你那样，因为我和你一样，都是对国民党有着刻骨的仇恨。在我心里啊，龙姐，你就是民族英雄的化身，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榜样。我想见你，可又见不着，但是我知道你所到之处都能让敌人闻风丧胆，所以呀，我就和我的几个姐妹一起商量，以你为榜样。我们组织了好多次对敌人的攻击，可总是效果不佳。你的几个姐妹，
那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就在镇上。行啊，你比我强，我现在只是单枪匹马呀。不会啊，我听说龙姐有一个铁杆小分队。那都是过去了，现在就我一个人了。不会的，如果龙姐你不嫌弃，我们都跟着你干。龙姐，你不会拒绝我们吧？那他们可靠吗？可靠，都是我的铁杆。他们也都是对国民党有着深仇大恨，都是自愿参加特遣队的，而且是发过誓、许过愿的。特遣队？对，特遣队，这个名字还是我起的。我们既然要干，就要大刀阔斧的去干，我们又不能偷偷摸摸的，所以啊，就要有个番号。可是我就没有啊。这只是个番号，我们也就是想……哦，不不不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你们做得很好，想得比我周到。只是，应该……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做得很对。这样吧，我也加入你们的领导，加入你们的特遣队，好吗？看你说的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同意什么了？领着我们干呀！这样吧，我们大家一起干。真的？嗯。那龙姐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他们。好。龙姐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，去吧。就被哨兵发现了，虽然击毙哨兵一名，但还是没有钓到大鱼。